钱老板，我在你这儿公司实习了3个月了，你看接下来工资该多少呢？4个。4个2啊，那不就是2220是吧？这么多钱，今天得吃碗海鲜面来犒劳一下自己啊。这个谁？这有个大广告，要做成《阿凡达》的效果。阿凡达的效果，我做不出来啊。那这儿有2张碟，作为资料。资料？哇，不会吧？《阿凡提全集》《乌蒙达写真》，我最多只能做成《阿凡提大战乌蒙达》啊。你就不能在网上抄一抄？操，那属于盗窃违法的啊。你想不想做？不是想不想，是真的不能啊！你到底做不做？我在你这个广告公司3个月，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一样，到现在你居然让我去做违法的事情。爸妈说过，人不偷不抢，必须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我不做，不做给老子滚！就的面，喂，妈，吃了，吃的海鲜，可好吃了。哦，工资啊，工资是2222，没得啥子，钱老板对我很好，钱老板让我出差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就是玉兔。接下来，请看场所。也是我的媳妇儿。她不仅难看，还抠的要死。邵志峰还欠5毛钱没还呢。这次向他要钱，怎么要啊？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媳妇儿。来了，给点钱呗。钱？要钱干什么呀？剃须刀坏了，你看这胡子。自己去拔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看，没内裤穿了，买条内裤。不穿不就行了吗？想不出来了吧？老规矩，玩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，长江8号 ，Action！ 开心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开心，哎呀，开心，哈哈哈哈！不开心，哎呀，哎，热身完毕，哼，真是的喽，学旺财，学鬼子。八个路。你去死啦死啦去！徐汉金，哎呀，太君您搞错了，我们是给皇军送粮的。咔，哎，真没意思，还是玩下我最新发明的游戏吧。特制防弹衣，带上你最喜欢吃的胡萝卜，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哦，来喽。好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还有更好吃的，超级神风炸弹，要吗？炸弹哦，手雷般的炸弹。累了吧？我也不想玩了。说吧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想要钱？好，你说，我告诉你。8月7号，甘肃州区发生特大泥石流，当时我人就在现场。怎么办？救人！这一救就是3天3夜。这次我回来，
就是想要点钱去捐款。让我们一起喊中国加油，争取加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次参加心理比赛，我的心情是焦急、激动、快乐、兴奋，乘以100086都还不够啊，因此在那里只有用摇滚之父崔健的花房姑娘来表示。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哦脸庞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心里的方向，你的惊奇像是给我，哦鼓掌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心里的方向，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心里的方向。你带我住进你的花房，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，你不知不觉已和花哦一样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最坚强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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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。